就是为什么拍这首歌，因为我跟主持人都很喜欢蔡健雅，然后他觉得还好，然后就是讲一下这首歌，就是空白的，然后他是在讲就是就是情侣之间，就女生觉得就是跟男生之间有就是讲不出来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有一道墙隔着，然后就好像要跨过去，但又觉得好像有所防备，所以女生就决定说好，那我就是跟你分开这样，对，然后这一首蛮悲伤的歌。
谢谢。嗯。